中看看。我没有保护好你，我就知道你会来的。有多少挥别不得已，穿过人群把疼痛藏在别傻了，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。爱远远守护你，我还想听你讲故事呢，下次可不许再敷衍我了。好，下次我给你讲很多很多故事。充满着幸福爱的温度，是吗？深爱着我的你又怎么舍得忘记。我是天下最丑的人。可我还是喜欢你。多久多远才敢有一点当时的脚步困在，你也喜欢我，那可要多好。让我再多看你一眼，把无限的温暖小七说，我还有半年就可以恢复了。可是我想现在就好起来。我还想去你们手中看看，看看传说中的手中六合。生命每个瞬息，公主轰了。小玉儿，庞太师，老臣在，待公主遗体返送，辽宋两国自此开战。遵命。